boys and girls from around the world, listen up to the station called Hit FM. We got a lot of great music all day, yeah. 只想听音乐。Hit FM 官方 APP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Play DJ BB 赵之 B， 现在要为大家进行的是 Hit FM 中文强力推荐。首先呢，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J 向巷子内当中的一首抒情作品，叫做《求》。这一首歌呢的意思就是，当你爱上一个人，然后看到他的美丽无法自拔，但其实他是感情当中的一个大反派，然后你已经爱上了，就此人生就有点毁灭的感觉，是非常激烈的一首抒情作品。那么 J 向在推出新的专辑的时候，他还特别到多伦多去进修哦，听说。说是一堂呢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歌唱表现课程，然后因此呢他在整张专辑当中的唱功可以说是更加的 level up 进阶，所以呢唱功上是十分了得的一张专辑。今天我们就来欣赏一下 J 向巷子内专辑当中的《求》。太过度或如魔，别跟我聊啥承诺， No why 我再多去安慰，没办法去拯救已被束缚的结果啊！ Why you took my soul away? Girl, you took my heart away. 还回来，别将我的灵魂摧毁，就算已经是植物。知道你是大反派，被你囚禁不意外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介绍的就是邓紫棋，也在我们的 Hit 中文排行榜上面拿下过冠军的一首作品《透明》。那么这一首歌呢，他自己个人包办了词曲创作、编曲制作，还有钢琴的演奏，然后整首歌的情绪呢，张力十足，贯穿了整首歌曲。那配合歌词哦 ，MV 也非常的特别，就是邓紫棋真的被透明处理喽。导演的手法真的很特别，现在我们就赶快来欣赏一下。你是太阳，我的星光晒得多暗淡。你是海洋，你的情况我不从反抗，会越来越擅长对自己说谎。我想要你的绽放，就把我埋葬。我的世界出现了你，出现了。首歌呢就是 Hit 中文排行榜上面的一个新进的歌曲，恭喜华健哥周华健，我吃故我在，即将就是新年到了，对不对？这首歌根本就是献给吃货的我们命中的歌曲。那在有的时候会觉得大谈论感情非常的麻烦，那还不如就是想思考一下今天晚上吃什么好，这个还比较实在一点点，对不对？这首歌呢就是传达这样子的一个意思，而且新年到咯，就要吃饱饱比较好过年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就来听听在曲风上也非常讨喜的一首作品，周华健《我吃故我在》。歌声凄凉，一天365场，我自弹自唱，只为自己鼓掌，就算是没人欣赏又怎么样。凄情哼着，酸甜苦辣悲欢离合，那是的吆喝不是我的风格，舍不得我的舍得，舍不得。今晚吃什么？今晚吃什么？在
今年我一定要大力的推荐一个双人的摇滚乐团。我不认识他们，但我要推荐他们。然后他们算是在乐团当中呢只有两个人，但是他们的现场演出能力，然后以及专辑制作物都是摇滚能量满满 Jet 的乐团。听完他们的整张专辑之后啊，我会觉得制作物非常的精良，融合了前卫 Indie 然后英伦摇滚，有一点点忧郁的气质，然后编曲还有后制，譬如说 mastering 以及 remix， 它不会听起来很燥，然后是真的就是西洋方面的一个规格，值得嘉许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听到就是专辑当中的《玻璃屋》这一首歌是在写什么呢？就是在讲说，其实我们都好像是被圈养在这个金鱼缸中的鱼，有一点被溺爱，可是有点不太自由。歌词非常的美，今天我们就一同来欣赏 Jet《玻璃屋》。今天的单元最后呢，我要来推荐 Yellow 以及范晓萱非常有趣 AC Jazz 然后以及 Funk 的作品独上 C 楼听名字就很有趣，对不对？是旺福小明填的词。那黄轩呢，就是 Yellow 的主唱哦，可以说是演唱的功力非常的棒，现场的魅力呢是那种狂放不羁的感觉。然后另外我也推荐一下这一组乐团的鼓手陈彦成，看完现场之后我真的很想要跑过去跟他签名握手加拍照，就是这么的厉害、哦、请大家记得这一组乐团 Yellow。然后另外今天呢，在我们要看到的 MV 当中，范晓萱的妆容也可以说是很特别，就是仿效了60年代的爵士女伶，小嘴然后烟熏妆真的很迷人。现在我们就一同来欣赏一下 Yellow 范晓萱独上 C 楼。完全不想收看今天 Hit FM 中文强力推荐，我是 Blay DJ BB 榨汁 B。平常呢所收听的就是我们北部 107.7 中部 91.5 南部 90.1 宜兰 97.1 花东 107.7 下午4点到6点的 Blay DJ 节目，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。在这边也祝贺大家新年快乐，招财进宝，好事连连，拜拜。